大家好，欢迎收看《同济一凡人》，我是主持人伊娃，我是小刚。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熊族部落。在我们的演播室里，我们请来了小丽。说到这个熊呢，我想小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北京有什么样的熊的组织啊，或者熊的一些场所可以去？我也是才进这个熊圈不久，我感觉北京目前熊也有了一定的活动场所，像我之前有待过的一库酒吧啊，然后呢我现在也有在他们的羽毛球队里面，然后在经常的就是参加一些活动，感觉还是很好的。但那熊的定义说是只是因为说你吃胖了以后你就要变成熊，还是有不同的分类？因为我在网上就是有很多很多具体不一样的，其实具体又有不同的，确实有不同的分类，因为其实你变壮一点或者说你吃胖一点都是有不同的途径的。如果说是熊的里面的话，那其实具体还有细分，就是说呢一般比较瘦小的这样的话呢是叫做猴子，是比较瘦嘛，因为猴子本身是比较瘦。然后猴子和熊中间呢还有狒狒这种体型，因为狒狒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肉。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从这个定义来讲，有人说我是狒狒，也有人说我是熊的。还有什么毛熊？因为在外国的这个概念里，熊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毛茸茸的。在中国，我感觉人种里面这个毛发就不是很重，所以唯一的东西就只是体型吧。在中国分的好像是就是什么无毛熊，什么还有什么胡子熊，对，还甚至还有人说是金刚芭比，就是那个好像如果你很壮很男性化，但是你的动作很女性化，生活很柔美。可能因为人数不够多吧，然后这样细分的条件也但我觉得熊的这概念好像存在于这个男同志圈。美国80年代他们也是所谓的这些男同志他们在反抗这个同志的主流文化，因为他们觉得同志主流文化就是大家一定要把他身材健美的特别好，有几块肌肉几块肌肉什么的。但是他们说熊就是为了反对这种所谓的同志主流文化，一定为什么身材一定要那么好呢？如果不好的话那能怎么办呢？我们还得生活。所以好像他们反而更是一群追求文化友善，就更追求生活享受的这一批人，所以他们好像标签立说自己是熊，然后而且也代表了一种比较阳刚的一种文化。对的对的，女同志圈子里面本来可能女同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不是那种特别主流特别瘦削或者漂亮的那些。我知道一个词儿特别难听，叫猪头剃。这好像也是很近期才有的一个概念吧，没有什么特指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种标签在女同志圈子里面有时候是好笑，但有时候还是有点贬义的，不太好。但熊的话已经变成过去20多年来已经变成一个还蛮好听的一个标签。据我所观察，好像是 man 的是要多一点，因为我个人感觉，比如说你去逛商场 ，OK，然后呢，如果说是一群就是一般的 gay 的话，其实你是能从穿衣打扮上，能够略知一二吧，然后就是非常美型，然后梳着那种韩版的头发，然后穿的也非常的整洁。那熊也会穿的很在意自己穿衣的打扮，但是好像更偏男性化一点，看上去是要 man 一点，对，看上去你不会一眼发现哦，这个是不是 gay。很多熊他们都试着在减肥，就是很多熊反而是不希望自己做熊，希望自己更瘦一点，反而回到一个所谓的这个主流同志圈的。你在你的接触里面，你觉得有没有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他们倒没有，就是说特别希望，就是说再回归到这个我们叫大圈嘛，我们叫大圈和熊圈，就是熊圈是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啊。大家倒是没有想要回到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因为可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嘛，就是希望你瘦一点瘦一点，然后肯定大家在这个其中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因为像我也想再瘦一点，因为瘦一点的话觉得更有自信啊，或者说怎么回事，就是但是反而如果说你瘦一点的话，如果说你在熊圈的话，因为熊有的熊是喜欢熊的，有的熊是喜欢猴子的，有的熊是喜欢狒狒的，就是也是很多样化的一个感觉。说到这个多样化，我觉得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去这个北京那个熊吧叫一库酒吧，他们做了一些活动，然后其中一个活动就是他们邀请这广州的这个同志母亲来他们这儿做一个现场的跟大家一个互动，所以我们现在回到那儿看一看一库酒吧，同时我们也采访了一库酒吧的老板乐乐。我叫乐乐，然后今年25了。然后现在在北京嘛，就开了这家熊吧。前年的10月1号，
中秋节那天我们是开业，据我所知在中国的话可能有四家，北京现在有两家，就现在中国这样的法律，不管怎么样的肯定是只能从通过网络去散布自己组织的一些讯息啊，一些联系方式，然后就是酒吧，经常来酒吧玩，然后在酒吧认识一些朋友，然后通过酒吧这个平台，然后去认识很方方面面的人。还有像我们酒吧的话也会组织各方面活动，比如说那个游泳羽毛球，像上期的话我们是做了那个朝阳区疾病控制中心的，然后到这一期就是五六间。可以说熊猫有约请来最重要的和最重量级的一个嘉宾就是您了。可能我的重量不如你们呢，我也看了你们的博客，留意到那些人的留言，有一些人说怎么说整个都不错，乐乐你们的酒吧经营啊什么各方面都不错，不过就是太为那个熊们服务了，太为熊们服务了。然后你们就回复说因为这本身就是熊吧，当然也欢迎猴子的。对呀。所以我今天。所以你看楼上有很多是猴子，很多猴子来的。你看。因为有了熊才会有猴子。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群体。因为现在在国外可能这就是熊这一块可能慢慢成为主流。然后在中国这边可能刚开始就人不是。就有这个群体的那个人数可能不是太多，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对熊的那个界定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像您那样的可能就胖了，有些人觉得像我这样的可能还不够胖，有一些结实的，然后有些肌肉的那可能他们叫壮熊，然后像长有毛的就叫毛熊，然后再就是那个脂肪多的他们就叫胖熊，熊以下的话就是狒狒猴子，这些像您那样的就是猴子，然后狒狒就是胖一些但是又没有达到那个熊的那个标准的。在西方一般来说熊也是比较老一点，就是也不是老一点，年纪大一些，对，年纪大一些，然后有毛，嗯，这边不是，这边的话年纪大一点的话他们一般叫做中年熊。熊圈还分胖的喜欢胖的我们就叫熊喜熊，然后有胖的喜欢瘦的那就叫熊喜猴，那也有瘦的喜欢胖的我们叫猴喜熊，但是可能我混的这个圈嘛是熊喜熊的比较多，年轻的有什么阳光熊可爱熊什么熊都有，各种界定，我那可能应该属于阳光。你希望就是别人或者这个同志群体怎么来理解熊呢？就像一般跟其他朋友一样，就不要有歧视就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一个人的追求和权利。我原来曾经问过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拉拉，我就问他，我说像我们就是男同志圈里有熊啊猴啊狒狒之分，我说你们那里有没有熊之分，他们说有但是比较少。那我说熊的话那你们那边也说是就胖的女的你们也就叫熊吗，他们说也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但也有分，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熊，然后可能他喜欢这只熊也喜欢一个胖的，那他原来是不胖的他可能会为了他去增肥，会的，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都是这样属于这类，然后现在每天的吃一些蛋白粉啊什么的，然后不运动啊，然后整天睡吃了睡了吃，就是为了增肥。